请问前前导演这部亲子台与儿童剧有何特色呢？我们现在谈到有关于欢乐童话版童灰暗的特色呢，它是以台语发音演出安徒生童话以及台湾民间故事的亲子儿童剧，以浅显易懂、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，将戏剧艺术教育和台语语文教育来相结合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演出是在7月21号下午2点一场、4点一场，以及晚上7点一场。这三场呢，我们演出的内容都是相同的。夜莺和麦香屁，它的演出地点是在台中市大里区的青年高中。